苏轼死卡电话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对吗？中国人民站起来了。咱们往下，咱们一个一个做，做到严格一点。好，站在这儿，大家注意监测啊。好，我们做的时候是按时间写正规一点。吾辈，吾不畏。对了，写的是吾为吾不为。把眼罩戴好，蒙眼，鼻孔两侧塞上棉花。一个四川的算一个叶子，顺这河流东、有了草，这字有几个字就行。对，这就说明问题。东咬张县大海，你让一个这方子他不认得，对，这写法人不认得。这个哈，对，感叹号。这个花子人不认得啊。这花好，哎，要写简体字，不要连笔。他把棉花都塞上了，看见没有？端上前面，端上，不要拿低，平视，这样可以吗？平视，再往上举。平视，生命科学探索，中国青年报青年参考，正确。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艺术顾问，中国画研究会理事，北京书画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，中国书画家艺术委员会常委，齐白石艺术研究会理事。换一个角度试试看，这样把这个写的字的纸放在这个角度，放这个角度，那么他这样都是在这个角度，就是我希望能不能够，比如说这样遮着，他把这个东西这样放着，让我们感觉到他眼睛和字的平行，处在一个。咱们可以试试这个吗？是，我不需要做那个实验，我就这样，我就可以完。现在我应该说很奇妙，但是我希望能看到这种情况。咱们能不能把这放这样？这是字儿，然后让我看到这个情形。是吧？刚才这位先生这个提出这个问题很有道理，是吧？那么我想向您提一个这个相反的问题，就是您把这个带着这个您自己来蒙上，你能不能另其他这个角度？我不具有这个能力，但是我现在要对这个提出的这个现象哈。我应该，我就说为什么不能那样试呢？对，可以这样，那就试吧。对，这个最简单了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这样试一试。如果它除了这种功能之外，还有别的功能，因为咱们是我们一个一个的来验证。对，看着吧，我说试试看嘛。我说你们这个要懂得一个，这个我们都能做到。以后大概连那个还有更高级的功能，就是你们要知道。信任这个场面特别重要，信任孩子，这样完全有可能就孩子做不成。你要明白，这个就是功能的一种奥秘。这些孩子还有这功能呢，我跟你说，他先可以把帖子看完，知道不知道？把帖子放茶几上看完，这你能相信吗？对，但是我要看到。对，我知道你提出思路，我非常理解。知道我意思吗？但就是当我们就是当着小孩们谈的话，就是一种就是。如果他完全能，那么就做一次看看，这不是困难吗？这就是困难呢。这就是一个感觉问题。我跟你说啊，不成，为什么不成呢？就是那可不可以这样？可不可以这样？你还是这样放在这角度，但是你让我用手遮一下你，也不成。好了，那么使人怀疑，这个技术上的问题。这样吧，听梁老师说两句，完全可以试。行。因为这个特异功能训练啊，因为我是从来训练
训练过是过来人哈，我知道他的训练的奥秘。因为很多呢，就说的大家都没亲自训练过，或者自己也没这种体验，可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，看起来很都是很合理的，但是呢，有一点微微区别的那种，这种疑问。像他们这种的话呢，他有一种习惯，主要习惯，一种习惯问题。但是原来我们应该注意的习惯问题。不过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慢慢的让大家解除这个疑问的。这样，文艺林，这样行不行？这张纸别人拿的，不要他自己拿的。别人拿着这张纸不动，放在这个位置上行不行？我们这样吧，让那个我来调动吧。文艺林呢，你们可以这样，谁来先试一试？把这个布自己蒙上之后，如果漏点光，再用棉花堵上。你自己看一看到什么程度才能看，然后再让他看。可是这问题是，这个东西一挪到他的脸上，跟我你来给他戴，你来给他戴，那可以。戴，然后你来把这边都堵上，好不好？用棉花给他堵上。对，就你实践的戴和堵，这个好，这样对，双层标榜的是，我们标榜的是说它可以挡着。在这种情形下也可以透视，那么那这里面就涉及到现在必须是这个角度，那我们换个角度，这个来证明它完全可以透视。分布来好吗？就这么练，平常这么练，它就是这个习惯问题，知道不知道？现在我们以后下过两年，习惯的问题，这里面就牵扯的是个方法的问题。你要不是这个透明的，不是这个透明的啊。啊，对，这个好啊，这可以啊，这个我们可以，这个就很好啊。怀疑论者的态度使孩子们很激动，挑战般的提出了新的测试项目。刚才咱这个没关系，这个行不行？太好了，太了不起了。你把这个笔放在你身上任何一个部位，手里攥一个都没有吗？自己拿的东西。对，你这样吧。拿手里攥一个东西。哎，就这样。你就现在，你对，现在他已经开始了。现在看吧，现在看你这是什么？作曲家王丽萍手握遗物，让孩子们特意感知。孩子们的这种功能是刚刚开发出来的，从未公开演示过。如此仓促上阵，孩子们显得很吃力，他们脑中的信息很乱。他们特好玩，翻个个你们再看。推功能，它漏光反而看不清楚。行了，说吧。没关系。在被怀疑的情况下，孩子们有压力、紧张。手里攥的是一个钢镚儿，是一个圆的。你手里攥的是一钢镚儿，对，是一钢镚儿。要这个没错，对。这次却错了，这尤其加重了怀疑论者的怀疑。这个，我特别欢迎刚才这些朋友提出这种角度的这种问题，非常欢迎，而且为今天这个演示呢增加了生动性和真实性，对不对？因为实际上我感觉，就按照你们的主观感觉，你们觉得这孩子们真是真的，但是为了使东西客观更真实，使所有人都看都真实，他要求这样一个角度上的去移。那么我们坦然说呢，就是说这孩子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习惯呢？我们训练时候，平常孩子们看东西不都这样吗？他养了一种习惯了，这习惯呢，并不说我想通过这地方透光来看，他不是，他养成习惯了，但他挪动角度上，心理上还有个不适应的过程，也可能过两天就能调整过来。但今天是不是能调整过来，现在没有把握放在最后做。孩子们因为受到怀疑，气愤又难过的哭了。他们说，你们爱信不信，我们看到了就是看到了，我们就说真话。如果你相信这是事实，如果你认为这个事实，经得住长期的检验，而且呢，
从中还能发现有关人类和